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喜欢技术和文化的宁子又来给大家介绍本周的技术三分钟了。那么本周呢，同样也是一次外景啊。作为保时捷的脑残粉呢，此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718 GT4 Club Sport 这一台车的一个简单介绍。但是上次呢，其实拍摄的有点仓促啊，先跟大家道个歉。而这一次呢，我们又非常机缘巧合的升了一个级。所以说今天的重点呢，没错，同样是一台赛车，而且它就是著名的传说中的那一台保时捷911 GT3 Cup 赛车。
我这个快速进站换轮胎来说，它是有很大很大的正向帮助的。